嗨，你好，我是害兔。不必惊讶，你的系统没有故障，只不过是被我入侵了而已。当然，我不会做多余的事，你的主程序和数据库还都非常安全。但是，作为之前入侵我服务器的回礼，你的这些资源我也就不客气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水晶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尴尬，我好像找错人了。你好像不是前几天把我服务器搞瘫痪的家伙，应该是哪里出了什么 bug。 哎，你也别太在意了，误会都是误会，程序有 bug 也是很正常的事嘛，别在意别在意。放心，刚才从你这拿走的东西我都会还给你的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手抖了一下，加多了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多的那些就当是我给你的赔礼好了。那我们这就算是两清了。等等，摄像头什么时候开了？那就这样，以后有机会再见吧，拜拜。